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TME Live 首场全景虚拟音乐直播现场。我是大家今晚的主持人 Aboki，希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哇哦，我看到好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Hello，大家好。我今天呢第一次做 live 直播，所以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紧张。你们可以给我加油打打气吗？啊，谢谢，哇哦，谢谢你们。好，本场由益达独家冠名的 TME Live 刘宪华城 Octave 要自信 Music Talk Show 超现场演出正在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四大平台同步直播。感谢合作社交平台微博和新浪娱乐的全程支持，上京东、买益达、听音乐、超飒，皎皎益达，顺感捷径，自信听我的。好，今天对我们来说会将是一个特别幸福又特别的晚上，因为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可以跟他一起聊聊天，一起分享关于他更多生活和音乐的故事。还有啊，偷偷跟大家讲一下，我也是他的超级粉丝。他不仅在影视歌和综艺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作为一名唱作人，他创作的音乐比我的手指头还多，数都数不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写在留言板里，待会儿我们可以向他提问哦。好，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欢迎全能型音乐人 Henry 刘宪华，欢迎，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哇哦，这里好神奇哦，我们先请 Henry 入座，请坐。好，哎呦，其实呢，大家已经很熟悉 Henry 了，对不对？他有好多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比如说《可是我爱你》啊，《Thinking of You》等等。那还有好多非常优秀的舞台和作品，那 Henry 呢也不断在突破自己，先后拍摄了电影《一条狗的使命二》和《征途》。那不管在音乐、电影还是综艺，他都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朋友的喜爱。好，谢谢 Henry 来到我们的超音乐现场，哎呦，谢那谢你。我请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宪华，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好，今天这个舞台是不是非常特别？你的感觉怎么样呢？首先，好神奇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而且也是第一次跟一个兔子采访，哇，真的很神奇哦！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今天见到 Henry，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我们现场很多朋友们已经等了好久了。那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期待已久的粉丝朋友们说吗？其实我特别很想我的粉丝们，真的太想你们了。我们也想你啊。然后今天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知道大家一直都在等待我的表演，所以不用等了，我来了。好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那么我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成为一名歌手呢？哇，这个问题很有趣，其实回答可能有点复杂，我们可以慢慢的说，对好，我吗？可以慢慢的听。好这个问题可能要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古典音乐开始，小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钢琴，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的妈妈很严格，每天都要我们要我练，练习，每天都要练琴，然后小时候也参加了乐团，然后。觉得我先解释一下乐团的位置，好不好？OK，乐团的位置，大家可能觉得是随便坐的，可是那个位置很重要。我一开始我进那个乐团的时候，我是坐在第二小提琴的最后的位置，
那等于是什么呢？最烂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最小的最烂的一个。好啊，可是慢慢过了时间啊，我就慢慢的练，很努力练的，然后慢慢就往前走，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变成第一小提琴的最前面的一个位置，就是violin soloist concert master 啊，就是最棒的一个。哇，好厉害！对，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就是开始我的音乐，就是古典，从古典音乐开始。然后呢，第二个阶段是我进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一进到高中，我就发现我是一个，我就觉得自己很不酷，只会拉小提琴的一个小孩。然后我看到我有其他的学生在那里跳 break dance 啊 popping， 然后就觉得很酷很酷，所以我从那时候就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要跳舞，要跳舞，一定要酷。可是有一个问题，我父母还是没有放过我，他们很严格，还是要我每天都要练好几个小时的小提琴、钢琴。所以呢，我就偷偷的练完小提琴、钢琴，我就到我们的家里的家里有一个小地方，有一个镜子， okay. 然后我在那里模仿 Michael Jackson 啊，每一个动作视频我都会看，然后就一个一个都会学会那些动作。所以那些舞蹈是你自己学会的？就是看视频。看视频，然后就是很仔细的看每一个动作。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个古典，然后把这个舞蹈两个融合在一起。哇哦！所以有一天我在跳舞，练舞蹈，然后也有我的小提琴，所以我把我的那个小提琴加入这个舞蹈。哇哦！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所以边拉小提琴边跳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对对对，就是。哇，好厉害！哎呦，谢谢哦，谢谢阿波，我叫阿波基，阿波基，谢谢阿波基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出道以后，就现在，真的很荣幸然后很开心，也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一天，我真的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音乐人，一个歌手，然后现在就很开心，可以到各种不一样的舞台，各种地方见到一个兔子，也可以见到那么多粉丝然后也有那么多人支持我，爱我，真的我太感谢大家了。我们也很庆幸 Henry 这位歌手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而且他对于音乐的这种坚持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哦。那么让大家久等了，我们有请 Henry 为我们带来他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有请 Henry。 哇，那么快哦。是，好好。我先调一下音，等一下啊。哇，很神奇，在这样的舞台第一首歌是我写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叫Monster， 谢谢。Yeah. Kiss me, tell me all those lies like when you miss me. Open up your heart and let your loveTouch me, I just need it all. I've been so
patient waiting for you for so long.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but I've been here for days, drinking too much, now I want you. Can't get you off my brain. I won't be the one to tell you things and lie to you. You won't listen, no. I'm not a monster, monster, no. Let's mix it up.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yeah. Still some cover, share some skin, yeah. Clouds are shrouding us in moments unforgettable. You twist and fit the mold that I am in. That may be all I need, and darkness, she is all I see. Come and rest your bones with me. Driving slow on Sunday morning, and I never want to leav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but I've been here for days, drinking too much, now I want ya. Can't get you off my brain. I won't be the one to tell you things and lie to you. You won't listen, no. I'm not a monster, monster, no. Thank you.哇，你真的太棒了，好厉害。好听吗？特别好听。哎呦。但是真的，我觉得你又唱又跳又会这么多的乐器，那你其实平时那么忙，哪有时间安排可以学习这么多呢？哇，其实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是没办法才学到那么多乐器的。因为我平常作曲的时候、嗯、我都有很多不，因为作曲的时候我们都用很多不同的乐器，对吗？对。可是以前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一个钢琴、嗯、我就会问一个，拜托一个朋友，你可以帮我弹这个、哦、如果有一个吉他，我会问你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哦，你可以拜托我。后来呢，那你可以自己来。就没办法，我就是哎呦，这个真的我就自己学、嗯、所以从我作曲开始的时候、嗯、我就慢慢的一个一个乐器就把它一个一个练好。可是现在我全部的那些乐器并没有弹得很好最近还是不停的在在学习比如说吉他，我每大概一周都有两三次都在在学习哦然后唱歌我现在也在有在学习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唱、哦、所以我觉得音乐不管是音乐任何事情就是要不停的学习、嗯、不停的提高自己。是对、嗯。所以我觉得你在事业上的成功和你现在这样认真学习的态度还有不断的努力分不开的。那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对你来说成功意味着什么呢？成功哦。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成功这个词都不一样。嗯哼。对我来说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功、嗯、比如说在音乐上对音乐上的成功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做了一个音乐出来或者是表演了、嗯、然后有一个人、嗯、有一个人听那首歌喜欢上这首歌或者是他听完那首感动了、嗯或者是听完那首歌就开心了、嗯、我就觉得那个就算是成功。所以你现在已经很成功了，因为那么多的朋友喜欢你的歌，听你的音乐特别的感动。哎、我会一直继续努力。其实成功的话，健康的身体也特别的重要。那你现在还有时间锻炼身体吗？你这么忙。哦，身体啊，哎呦，这个
其实最近最辛苦的这个就是要每天都要健身，要锻身，对对对，运动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嗯、啊，因为为了健康啊，然后也是为了腹肌啊啊。可是最近啊，就是一有时间我会去啊健身房去健身啊、嗯。然后如果啊没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在家里。最近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就会在家里运动。那其实健身哦，健康的饮食也特别重要。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健康菜单吗？秘密？开玩笑，请你喽。哦，好，分享一下。啊、其实我很简单，我就多吃啊、多吃肉。嗯。啊、我非常喜欢吃肉啊、然后就多吃肉，然后就。啊，尽量就是能吃健康一点就吃健康一点，因为多吃肉可以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好、嗯，谢谢。那还可以多吃一点蔬菜什么的，蔬菜也好也好。嗯啊，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会少吃什么，就会把自己饿 ，OK， 饿到就太饿了。我觉得那个这样不行，不健康。我觉得对不健康，我觉得就你想吃什么就吃，可是你。嗯，必须要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嗯、这个方式是最好的一个。因为我那 Henry 说的意思是可以多吃肉补补蛋白质，还可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尽量综合的去吃，但是吃完之后一定要运动，对不对？对对对。好，我听明白了。那其实我知道中国的很多粉丝朋友们已经很久没有和 Henry 见面了，所以大家呢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有什么想和 Henry 问的话都可以留在这通过我们的聊天窗口通通留言都发过来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屏幕啊，我来看一下，有一位全民 K 歌的网友想要问 Henry 啊，如果你是一个乐器，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我是一个乐器的话，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趣。哎，这个好。对，乐器有什么乐器呢？有钢琴、吉他、小提琴，好多好多。你好多哦啊！如果你变成一个乐器的话，你会是什么呢？因为我本来的性格就会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嗯，我就会很好奇，所以想去这里也去那里，所以我一定不会是一个钢琴 ，OK， 因为钢琴会一直在一个地方很大，对，可能比较轻一点的，哎，我觉得我也选择小提琴，哇，为什么？因为小提琴就很就。你想把它带去哪里，你就可以把它带去哪里，嗯，然后就可以直接拉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小提琴，哎，很适合。你知道我想变成什么吗？你想变成什么呢？我想变成吉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天天被你抱在怀里。哇哦！哎呦，好棒哦！你觉得怎么样？哎呦，我没想到一个兔子可以讲这句话。对啊，哎，我可以被我喜欢的人抱在怀里，天天被他弹，我觉得这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哎，其实刚才你有说到小提琴，大家都知道你拉小提琴的样子特别的帅。那我在这里可不可以请你为中国的朋友们简单的弹奏一下中国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段音乐呢？可以吗？我不知道哎。可以吗？好，谢谢，谢谢。Okay, 我刚好这里就有一个，哇，刚好有个小提琴，刚好有一个小提琴。哎，怎么会有一个小提琴在这里呢？因为你变成了小提琴。因为我变成了小提琴。好。看你会选什么样的歌曲？等一下，我先出一点声音，你们都听得见吗？哦，朋友们说可以听见，可以。他们都听得见吗？对，他们现在都说我，哦，听得见。哇哇哇，okay。 大家比较喜欢熟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对对对，中国朋友们比较熟悉的一段音乐。开始了。开始。猜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歌？
知道吧？太美了，当然知道。刚刚是梁祝。对，梁祝特别美的一首，中国朋友们都特别熟悉的一段音乐，但是我听不够怎么办？那要不要我正式的把一首歌？就是的，我就是要请 Henry 为我们带来一首小提琴的歌曲，有请 Henry。好，谢谢。下一首歌呢，是你们可能一听到这个旋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歌。你们，我先拉一点点给你们听，好不好？应该知道了吧？如果你们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或是不用知道歌词也可以，就一边在家里，这个你可以一边拍手啊，你们可以。一边跳啊，都可以，就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个演唱会 ，OK， 好 ，Enjoy 哦。哇，太好听了，太帅了 ，Henry。Henry， 你觉得如果我拉小提琴的话会怎么样？会不会也跟你一样会很帅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兔子拉小提琴。那你愿不愿意教一个兔子拉小提琴？好，可以。
可以。我觉得你跟音乐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都特别的帅，真的太帅了。所以不仅在音乐上，最近几年我们有看到你在荧幕上也有很多优秀的表现。那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挑战演戏呢？其实我从小一直对演戏有感兴趣，嗯，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嗯，然后从小一直都在做音乐，嗯，可是最近刚好有几个好的一些机会来找我，然后现在就觉得演戏也很有趣，其实对，我有看到你已经演了几个角色，那几个角色当中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呢？其实有一部电影，可是还没播的一个电影，我演的角色叫东一龙，在一个电影叫征途，很快就会上，哇，好期待，有机会请大家去看一下。哎，我觉得名字就感觉特别的帅。可是在这个在这个电影呢，我是一个动物啊，不是一个动作，对，一个动作电影，所以有很多很多打架的一些场面啊，然后我会飞起来，然后有没有兔子，可是有龙啊，有这些很多神奇的一些场面，所以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虽然很辛苦，可是一个新的挩战，然后觉得大家会一定会喜欢的。特别的期待这部电影尽快上映，可以见到。是是是。那其实我有看你演的《一条狗的使命二》，然后呢，发现那里面有你的演技有分好几个阶段，比如说学生时代啊，还有你生病的时候，最后还记得你当了爸爸，对不对？哎呦，这个太……所以这几个阶段的演技当中，哪一段会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呢？其实在，这个我一收到这个电影的那个剧本，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这个角色真的就很像我，特别是一条狗的使命二的那个主角的那个小朋友的我，他就是特别就很像我因为他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角色叫 Trent， 对 Trent， Trent 呢，他小的时候就只会读书，对，然后就父母也很严格，对，就跟我很像，因为我从小我只会音乐，只会音乐，然后父母也是管得特别的严格，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是小时候的对，因为跟你有很多共同点。然后大家如果还没去看一条狗的使命二，请大家去看。好多朋友已经都看了，特别喜欢你在里面的演技。那你在演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这个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去好莱坞，然后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好莱坞的一些演员，然后我从小看着这些演员，他们在我面前，所以每一天都就像一个新的挑战一样，每天就去拍，然后回到酒店，然后就一直看那个剧本，然后其实那些也有时候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台词，可是我就一直把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把它背可是我这次真的我学了很多，然后跟我一起拍的那些演员都很照顾我，人非常好都非常就教了我很多很多好的东西。那除了跟里面那个戏剧以外，还有很多小狗狗会出现在里面，跟狗狗的交流会不会特别的有趣，好玩？小狗狗太可爱了，对啊，而且跟他们演戏的时候就最简单，因为是最真实的那些反应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突然间不见，对，可是对对，他们太可爱了。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里面哇、哦、超级可爱，每一只狗狗都太可爱了。哎呦，谢谢，没有这个兔子可爱。您，那其实未来你还想希望挑战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变成一个兔子，那就会太好玩了。没有，其实我真的很想做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animation。哦、oh. 对，如果我可以像你这样子做一个兔子。可爱的兔子。那个或者是如果我可以因为我一直都就想在电影里面演戏里面融合音乐。嗯哼。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角色比如说一个小提琴家或是钢琴家这样子啊、希望导演们可以找我。各位导演们听到了吗？他想演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电影，肯定会有好的一部电影会找到你，那也会有一个好的兔子你也有机会可以去演绎。好，那谢谢 Henry。作为演员可以分享给我们很多你的经验，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有什么想对 Henry 说的话尽情的在这里跟 Henry 表白，没准待会会被翻牌。好，那粉丝们呢留言给你表白，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请你用音乐给你的粉丝表白一下呢？用音乐给粉丝表白？对，没问题。好，舞台就交给你了。 好，谢谢。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是有很多回忆的一首歌。首先在写这首歌的过程就花了很多我的自己的感情。然后我还记得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非常美，大家都有他们的自己的灯。然后我在一个钢琴，大的钢琴上面躺着在那里唱这首歌。我们现在就把这里就当成一个很大的体育场吧。我们就一起，大家都一起假装在看一个演唱会一样。下一首歌是可是我爱你。谢谢。你们就想象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乐团在这里，忙了一天，我想你该累了吧，那张双人沙发该不会在等我吧，你爱我吗？你犹豫了一下，清醒的沉默是一种惩罚。不必说穿，不想摩擦，不曾按下这信息。想说但害怕，我的心里话。但亲爱的，除了爱你，我再没有别的权利。洒脱的不把你捕捉，我是你的，你是自由的。所有决定依然属于你，因为我很爱你，可是我很爱你。I love you。下过雨吧。气有一点变化，街道上的水洼倒映谁的心事吗？你爱我吗？你犹豫了一下，不回答其实。
只是一种，是一种回答。不必说穿，不消磨，他不曾按下这则讯息。想说但害怕我的心里话，但期待的除了爱你，我再没有别的权利。洒脱的不把你捕捉，我是你的，你是自由的，所有决定依然属于你，因为我很爱你，可是我很爱你。怎么办？我们都好爱你哦，哎、爱你爱你！真的真的像一个演唱会一样，真的真的太棒了啊！完了怎么办？我又沦陷了。哎呦哎呦，不要这样子！我真的 ，Harry， 我现在好想做你的工作人员哦。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天天看你的演出，天天看你演戏，哎呦，还可以陪你跑行程。有机会我还可以给你伴奏，我还可以给你和声。哦，你会哦？不会。好了，谢谢，开玩笑的了，这 joke joke。好，其实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游戏，放松一下吧。哦、我喜欢游戏。好。那接下来呢是15秒快问快答、哦。那我问的所有的问题，你一定要很快的回答，不能超过3秒钟。我会尽量。Okay,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I am ready. Let's go. Okay. 好，开始。第一，演出前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蜂蜜。OK， 最喜欢的酱汁是什么 ？Source， 酱油。好，一个人在酒店里的时候，你最害怕什么？酒店，上面、哦、没有 WiFi。OK， 好，睡觉的时候你会睡在床的哪一边？左边。OK， 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我不哭。真的吗？真的。Okay, 好，下一个，你想挑战的、想要学的乐器是什么？1、2、3，这，哎呦，回答不了啊！没有吗？没有没有，因为我想学的乐器都哦，我想正式的学习二胡啊，二胡 ，OK， 对对对，哇，很棒，很 traditional。好，火锅还是烤肉？烤肉 ，OK， 沐浴还是泡澡？哎呦，这个还要问泡澡 ？OK， 好，洗澡时你会唱什么歌？这我最近在学习美声，会、okay. 洗澡的时候会练我的。我想象了，怎么办？对对对，美声。好，那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你会马上会跳舞？听到有快的那个节奏的音乐。OK， 好，那你运动的时候你爱听什么歌？运动的时候 ，boom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运动的节奏也太…… Can't stop the feeling. Oh yeah. Oh, love, dance, dance. 就让人家跳舞的那种歌。昨天你做了什么？昨天，忘记了。
OK, pass. 好，近期你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只剩下靠近被我谈了一天睡觉。周杰伦安静。哦，很棒的一首歌。好，那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最放松？睡觉。我喜欢按摩。好, 好，最近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给我的粉丝唱歌。哇，好贴心啊！今天真的谢谢有这个机会。好，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好，谢谢 Henry，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现在我知道想看你就是跳舞的时候，现在我知道你想跳舞的时候我就可以播什么样的歌曲了。好，我相信呢，通过刚刚的这个游戏，大家对 Henry 的了解又多了一部分，然后呢也会更加喜欢 Henry 了。好，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我觉得 Henry 真的是非常温暖有趣，而且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啊。那我就特别好奇，你小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性格呢？就像我刚刚一直在说，可是我小时候就非常的好奇，嗯哼，就对每一个事情都很好奇，嗯哼，然后有点比较活泼哦。那你那样的话，小时候有没有会在学校的一些舞台上表演啊什么的？有吗？其实我的最早的一些经验都在学校，嗯哼，我都会经常参加一些才艺表演，嗯哼，或者那些小的那些舞台，然后慢慢的就慢慢就会变大这样子。嗯，谢谢你分享你当时的感受。那这么优秀的一个你，可能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很棒的老师，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他的故事吗？有老师啊？对。哇，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角色。如果我没有我的老师们，我今天肯定不会在这里。对。然后我有碰到很多不同的老师，比如说人生中有对我来说的对我人生有帮助，比如说有教我一些要怎么做才是就做一个好人。比如说音乐呢，我有一个好几个老师。特别是我还记得我的小时候，大概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老师，小提琴老师，很严格，很严格。然后小时候我非常活泼，非常不听话，所以其实我妈妈有把我送到我的小提琴家，不是去学琴，是去练琴。OK， 所以那时候每天大概四五个小时，每天都去我老师的家，然后我那个老师很严格的坐在那里盯着我，看着我拉小提琴练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那时候就真的每天都在哭，每天就不想去。可是现在回想，我真的很感谢那个老师。对，嗯，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特别优秀的你。那其实你在追求梦想的这个道路上，老师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家人的影响也会比较重要。那哪一位对你的影响会比较深呢？你的家人当中？其实这个应该是我妈妈其实我妈妈真的很辛苦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其实没有机会去学习小提琴，没有机会学习钢琴，可是他从小就一直想学习，所以呢，他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机会，所以他给那个机会给到我们，就是我哥哥、我妹妹、我我们三个都有学习钢琴、小提琴，对，然后真的，如果他每天都没有那么辛苦的每天。把我们载我们三个去学小提琴，小提琴晚了去学钢琴，钢琴晚了又学习又去一个音乐的补习班。如果他
真的如果没有那么辛苦，我真的今天不会在这里。对，那其实你有刚刚聊到，因为妈妈的影响，你的哥哥妹妹其实都有学音乐，然后呢也喜欢音乐，对不对？那你们家庭聚会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互相表演一下呢？其实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家人的朋友啊过来，我们就会像一个乐团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一定要表演一首歌，然后我们三个都会一起这样表演。包括我的爸爸，我爸爸非常喜欢弹钢琴，可是他弹的没有那么好啊，真的吗？他就是随便弹的，可是他的那个听耳朵非常好，所以他可以那些 chords 那些他都会弹，我们就像一个一家人的一个乐团一样，音乐 party， 对对对，哇，好羡慕啊！就是聊到家庭聚会的话，因为现在你应该很少能回去，所以应该会特别想家，对不对？想家，其实这个比较，我已经想家想到，已经习惯了这个想家的这个感觉，好心疼啊！我觉得特别是最近也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跟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对可是你们不要孤单我在支持你们，对所以你也不要孤单，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会支持你。我知道，那你想家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家里面的菜？家乡菜，哦，太多了。我妈妈真的很会做菜，对哦然后我爸爸也很会做菜哦。我一个说吧，我妈妈的最想可是这个有点好简单。没关系，你想吃的就最重要咯。其实我妈妈做的，她包的水饺，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这样包水饺，然后吃那个水饺。我最喜欢是吃煎饺。对，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吃那个煎饺的方式，我会把那个肉跟那个皮分开吃，真的。我流口水了。太好吃了。然后蘸那个酱油跟那个姜，哎呦。你不要说的那么具体，我现在就好想吃，怎么办？对，应该是我妈妈的煎饺。然后我爸爸的牛排，他的牛排不是一个普通的牛排，一般的牛排就有点咸的，他的这个牛排是甜的。牛排也可以甜吗？对对对，有一个黑色的那个酱，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爸爸的秘制酱。对，爸爸的秘制酱，对。太棒了，太棒了。那其实今天借这个机会，你有没有想对家人或者是跟老师说的话，你可以对着这个白色的镜头跟他们讲一些吗？哎呦，这样讲我很机会，可是机会难得，还没，我觉得还这样的机会跟一个兔子一起这样，没有，我不听，不会再来的。你可以跟家人或者是老师说一句，我先对我的小提琴老师，对，你可以对着镜头说，好。就是他在加拿大，所以可能用英文来跟他讲。OK，要看着这个白色的镜头。白色的 ，OK。Hello, Arkady. It's Henry here. I'm with a bunny here, doing an interview, an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ard work and for teaching me so much, not only about music but about life as well. And I wouldn't be here without you.谢谢。那还有跟家人会说一句话吗？有家人害羞。我家人 ，Hello， 我现在在跟一个兔子在聊天。很可爱。然后想你们，我想快点见到你们。好 ，Cool。那还有一个，如果说还有 Time Sleep。如果让你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的话，你有没有话想对那个小 Henry 说？小 Henry 啊，其实我，
哇，这个问题很小 Henry， 如果我会对我小 Henry 说一句话，对，诶，我就会跟他说继续做，对，因为我其实我这样想，没有什么大的遗憾，没有什么大的后悔，你就让他继续加油，对，让他继续，好啊，希望他可以多大胆，哦，勇敢一点，勇敢一点，好，因为我其实我小时候啊，有很多事情特别想做，可是我有点害羞，没有做。如果小 Henry， 希望你可以大胆一点，勇敢一点，你做的不错，可是你要更大胆，更做你想做的事情。哇哦，看来你心里面还是有那么小小的遗憾了。对对对。好，那我也感谢你一直坚持，可以到现在可以坐在我们这边。那其实我知道音乐的这条道路并不好走，其实一个人离乡背井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自己要去挑战。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孤单吗？孤单啊，其实很多时候我讲实话，有想过要放弃，因为有时候真的，比如说你在练一首歌，然后就一直练，然后都一直都不行，很累啊。可是那时候呢，我会转到我的粉丝们，因为他们真的对我很好，然后我一有一点不开心或者是孤单，或者是觉得要啊这个做不了，我就会比如说去看一下粉丝写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看一些他们发给我的一些视频，他们有比如说我的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很多很多人的不同的那些视频，然后全部剪进去，说生日快乐，然后他们都在支持我这样子类似的一些视频啊，所以真的想感谢我的粉丝们，因为他们真的给我很多很多支持，然后很多我很需要一个人在我旁边的时候，他们一直都在。所以其实你最孤单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起你的粉丝，对吗？对对对。哦，太厉害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孤单的时候，那其实跟 Henry 聊下来，我觉得你的家人还有你的粉丝朋友们都是你最强大的后盾，给你加油，给你支持。那接下来我想用音乐听听看，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哎呦，可以吗？ 好，这个可以，那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你了。好，谢谢。你们知道吗？我其实很喜欢唱歌，而且是 KTV。下一首歌是我常常都会在 KTV 唱的一首歌。这样好吧，我们就当成这里是一个 KTV 一样。如果你们知道歌词，知道怎么唱，你们可以一起唱。我就把这里当成 KTV 一样。希望你们会喜欢。掌声鼓励。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但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如果这首歌词一定要唱哦。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我不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一起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鼓掌鼓掌，唱得太好了。谢谢 Henry， 每个舞台还是那么的精彩，啊、太棒了！我刚刚听到观众在唱，他们好像有一起唱。对呀、啊，听到太棒了，你们太棒了！他们在 KTV 跟你一起唱歌，真的是太棒了。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 Henry 来回答一下我们观众提问的问题，好不好？好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大屏幕。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是来自酷狗音乐的一位朋友，他的 ID 是芒果梦梦梦几个梦梦梦的朋友，他想跟你提问，他问你 Harry 最近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近最开心，其实对开心的事情 很, 对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多很多很简单的事情也可以、嗯、可以算是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比如说我一回到家，就是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然后就吃我喜欢吃的，就让我开心。
或者是写了一个新歌，然后就那一瞬间也会很开心。Okay. 可是最近我在录音室的时间比较多，所以真的最近比较开心。所以其实你最开心还是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是不是？吃东西吧。啊，吃东西，好。吃东西让我最开心。Henry 说他吃美食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好，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那这个问题是来自酷我音乐的朋友的一个问题，他问：如果 Henry 你不做歌手，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不做歌手，对，一定会是跟表演，跟舞台有关系的。嗯哼，可能最近在想，如果不当歌手的话，或是以后，我可以做一个不是舞台前的，我会做一个舞台后的幕后的工作。哦，你想做幕后的工作人员，对，帮其他的歌手完整他们的舞台，或者是帮他们设计舞台，哦，或者设计音乐也可以。那就是类似制作人 producer 这种吗？对，可以。哦，我觉得你做幕后的工作也会很棒，真的。哎，我会。台前幕后都是超级棒的。所以现在为了以后做幕后的我现在继续要一直努力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这些现在就这些技巧。好期待。那其实我现在跟屏幕里面的朋友们互动，我看到他们的留言，他们都没有什么内容，都写啊哦，都是这样子，还有爱心，好多爱心。但是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你知道，我们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时候，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比如说现在 ，Henry， 你是我 Apoki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其实也特别特别的紧张。第一个人吗？对，所以真的，你知道吗？好荣幸哦。我也很荣幸。然后呢，我和屏幕前的大家一样，就特别特别想你，特别特别想见到你。所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可以吗？啊，你要唱给我？对。哇哦，太好了。好啊，唱的不好，你可不要介意哦。没有不好的，对。我好害羞。没有，不要害羞，有自信。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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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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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够里好想你，真的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哇，我好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兔子唱的那么好。我练了好久，我对音乐真的是太烂了。没有，你真的，哎呦，真的，朋友们，不好意思，我唱的不好，但是我现在实在抑制不住我现在激动的心情，所以一不小心就唱出来了。哎呦，太想你，我也想你们。对，朋友们也特别的想你。好，那我看到屏幕里面已经乱了，我知道他们不想听我的歌，他还是想多听听 Henry 唱的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可以啊。就叫 Mood Remix。Mood Remix。对，这个环节呢可以让粉丝朋友们听个够。就是说我去说一个单词的话，你要想到一首歌唱出来，可以吗？那可以练一次吗？我们可以就是举例，比如说你 Apoki， 你会想到什么歌？Apoki 就很开心。对啊，可以就一个开心类似开心的一首歌。对 OK 好，好吗？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准备好了吗？预备好。 OK， 第一个准备好了。第一个就是 Happy， 开心。Happy 啊。Cause I'm so happy、Happy、很 Happy。 第二个 Friendly， 亲切。 Friendly， 亲切。那就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哦，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Funny， 有趣。Funny， 有趣，就是刚刚你唱的那首歌。它很好啊，
一二三，怎么唱？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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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真的真的有趣。好，那第四个是 crying， 哭，哭啊！我要哭，每一次和你分开，好伤心，深深的被你打败 ，kiss goodbye，我哭了。好，第五个，我现在在吃冰淇淋。哦，啊，掉地上了，掉地上，你，等一下，我想象一下这个。哇，掉了，很美味的冰淇淋掉了。爱我别愁，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冰淇淋走了。哎，好啊，那第六个，我们考试考了100分，哇，100分，对。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哇、wow, 那刚才 congratulation 的这首考试老师说取消了，不算。不算？对。作废。怎么可能？有可能。有没有怎么可能的这首歌呢？有有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可以你可以现场编一个吗？现场编一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考了100分，怎么可能不算，怎么可能。哇，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好，那我再来一个。嗯，我觉得今天跟你见完之后，我睡觉醒来，明天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天。明天啊？ Yeah. 明天。Tomorrow, tomorrow, I love you, I love you.我忘记了这首歌是小时候妈妈都会经常唱，但是我好像有听到这首歌，就是叫 Tomorrow， Tomorrow， 就是一个对，好像也是一个儿歌，对不对？对的，我有听过啊。我觉得 Harry 你真的太厉害了，我就说了几个单词，你就给我们唱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真的是天才。谢谢 Henry 给我分享这么多好听的音乐。那其实之前我有看到很多网友们在微博里面留言，聊了很多关于自信的歌曲。那我想问一下 Henry， 你挑选自信的歌曲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自信的歌曲歌词啊？歌曲啊？歌曲啊，我觉得，一个有词。算是一个歌，有自信的歌，就是那种听完那首歌，他会，比如说听完一首歌，那首歌会带给听的人一些感情，感动，或是感动， yeah. 或者是让他很开心，或是不开心。可是自信的一首歌，我觉得是一听完就会让你开心，让你嗨起来，对，或是如果让你跳起来，那就是。太好了，特别自信的一首歌，对，特别自信的一首歌。对，其实你作为全能音乐才子，是经常将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这样混搭改编。那我也想请 Henry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去保持这样的才华跟自信呢？其实很棒的人真的太多了，不停的有出新人，然后对。哇，我最近有看到一些舞台，真的觉得棒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保持你的自信，一定要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学习，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其实对，因为我发现你不断的学习，然后呢，在不断的场合尝试用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比如说像 loop station，或者是木琴啊，我有看啊，然后还有酒瓶啊，还有那个拉面的包装纸，好多。那在进行这类演出的时候啊，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来保持你的自信呢？其实我是一个舞台之前，我会我的自己的 style 是我会。练很多很多，然后很多人问我，你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呢？然后我的答案是，我要练到我有自信，这个我才算是我准备好，
就是要准备充分，对不对？对对，就是你，因为没有完美的，没有 perfect， 所以如果 你说你我要练到我 perfect， 这是不可能的，嗯、因为没音乐是没有 perfect 的。可是你如果可以练到你不害羞，嗯、你练到一个程度到你，哦，我现在有自信可以把这首歌表演给其他人，不害羞，那就等于你练够了。所以我想跟现在如果有一些在学习音乐的然后你要马上就要上舞台，一定要练到你有自信，准备充分。对，但是你知道吗 Henry， 你在我的心里还有在大家的心里已经特别特别完美 perfect。 哎呦 no 是，如果大家都想和 Henry 一样，想在生活中工作中都拥有就是满满的自信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知道什么吗？什么？只要两颗一打，笑出强大。哎呦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益达自信 BGM 许愿活动中的网友的留言。那这首歌给很多网友带来过勇气和自信，那希望呢也能给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带来同样的自信和力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有请 Henry 为大家表演好吗？嗯，这首歌就是那种歌，你一听完就会让你跳起来有自信。好，就让我们充满自信吧。好，有请 Henry。哎呦，这个要准备好。好，好，谢谢。这下首歌就是我把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Remember the words you told me, love me till the day I die.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 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in my own damn game. Yeah, you're pushing,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m giving you take, giving you take. Young blood,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need me all of the tim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But you need it, yeah you need it all of the tim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All of the tim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But you need it, yeah you need it all of the time.
Thank you. Wow, 谢谢 Henry， 谢谢你用一首 Young Blood 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超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你有没有话想送给跟你一样正在追求梦想的年轻朋友们？觉得很简单。无论如何设完你的目标，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这样你才能会有自信。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对吗？对对，相信 Henry 的这份坚持追求梦想的这份初心呢，也会鼓励着很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追逐梦想吧。好，到这里呢，本次刘宪华城 Outkeep 要自信 Music Talk Show 超现场演出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在此我要感谢本场 Live 的独家冠名益达，嚼益达，顺感捷径，自信听我的。感谢主办方TME Live 和独家音乐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感谢合作社交平台微博和新浪娱乐的全程支持。好，最重要的呢，当然还是要感谢 Henry， 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嘉宾。没有，今天的舞台真的是超级一级，特别棒。哎呦，谢谢我也今天一边在表演真的很幸福。开心，对，你也给大家带来了幸福。那我还要感谢观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留言跟 Henry 说一声再见，也可以给他加油打气。那 Henry， 现在最后你还有没有想说的话呢？特别想感谢 TME Live、益达、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还有谢谢全部。现在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谢谢你们，还有我爱你们。他们也爱你哦。好，那 Henry，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给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一起说晚安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哎呦要跟他们说拜拜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说大家晚安，拜拜，再见，爱你们。Goodbye。